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in Paris and Rome, but I wanna go home.上课上了一整天，很累的回到家，吃到妈妈煮的面，就很幸福。对我来说，幸福就是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旅行，然后发现自己从来没发现过的美。幸福当然就是永远都有花不完的钱啦，就算再辛苦一切都值得了啦。小翁在干嘛？还在做梦？只要可以享受吃不完的美食，那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。可以和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，这样就很幸福了。喂，宝贝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好想你啊！你都没有想我。哦哟，我不要，我讲久一点嘛，张丹奶奶再说啊。你也知道我最爱你了。我觉得幸福就是可以肆无忌惮和不顾一切的追逐梦想。他是个年轻人，所以有很多梦想。他是个发明家，在等待他的梦工厂。他不是英雄，他需要朋友捧场。他想要挖到宝藏，跟着世界一起共享。心里想着计划，他根本忘了读书。翻过围墙，知道以后不同的路。他先走得太慢，所以他用力的跑。他知道时间还没到，但已经准备好。那早就习惯挫折，得不到该获得。他相信担保的话，这些一切都是过程。身边太多贵人来去的过客，他害怕热情不再最大饼感到兴奋。他是最聪明的人还是最笨？不可能的人物不可能会胜任。他想要变成超人，照顾身边所有的人。可能他只是个人，但他不愿意承认。 I really I can't get my head up. Don't ever lose your faith. I really I can't get my head up.时间在过，但烦恼越来越多。他必须跑得更快，但是肩膀背得更重。完成父母的希望，弟妹们的榜样，却决然不知面对的超乎他想象。他口直心快得罪所有他的不喜欢。